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藤原不卖豆腐。今天要干什么呢？今天我超兴奋的，今天要来开箱公仔玩具啦，就是我想很久也看很久，然后一直买不下去，一直掰不下手的七龙珠，那就是我身旁这两只啦。其实我对动漫那些卡通都不太了解，因为很少在看。那知道七龙珠有悟空，那另外一只好像有人跟我讲说是达尔。那最主要呢，就是看到这一只悟空，我就觉得说真的很屌，因为它还蛮大只的，以价格来讲 CP 值是蛮高的。二 D 就是在上面会增加阴影的层次，然后让它更有立体感、律动感。那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一只？因为我觉得它的身形真的是很漂亮，然后衣服破得很漂亮。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它吧。开箱，非常大只，非常大盒。那其实它的包装是还蛮漂亮的，而且它的保护力做得还不错，整只就把它包好好的。通常呢，买来的我都会希望把它拆开放在那边看，然后有时候可以这样把玩一下，没有那么收藏家的那种不拆封这样子。小心不要被纸箱割到，刚有点撞到。好，再来就是它的透明壳啦。这种声音听起来就还蛮爽的。准备来，靠腰啊！这边还有一个没拆到，贴那么多胶带要死。OK。噔噔噔！哇，里面还有一层塑胶袋的保护，真的房间快没地方放。其实还蛮有分量的，有一点重量。有两个套子比较安全哦，才不会变大的。哇塞，很立体感哦，真的是不错呢。哇，它的肌肉线条真的是刻画的蛮漂亮的，超立体感。二 D。对了，它还有里面都会有一个底座啦，有些可能造型姿势怕会倒掉，所以呢，它还有一个底座可以固定，让它可以站起来，就是这一块啦。哦，记得哦，就是这一块哦，这一块就是要保护它的安全，让它可以站起来，站起来哦。安全。装上去，把它套好哦。好了，我现在就是把它装上去，那它就可以稳稳的站着了，超帅的，是哦。好的，再来我们就来开箱达尔啦。小孩在做选择，一次就两次就给他掰下去啦。重点不是我掰的，是某位车友买的。那因为脸皮比较厚嘛，所以呢又寻求到赞助商啦，这个建信车友，谢啦，谢谢干爹。好，我们紧接着开第二个达尔，它盒子是有比较小一点点，那也比较小只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姿势，也是蛮帅的。真的是快没地方摆了。哇！蛮紧的哦，一样就是有保护壳，塑胶套来保护着它。哇，它也是一样哦，膝盖衣服也是有点破损的效果，当然还是悟空的那种风动韵律感比较好。一样啊，也是会有一个这个底座哦，让它可以站得比较安稳一点，安心一点。记得这个不要弄丢了，一定要把它装上去。这个眼神真的是也是蛮帅的，很帅的眼神也是很帅的哦。再看一下他是装哪一脚 ，OK， 帅，真正厉害哦。学他一下他的眼神，
啊，算了，学不来了，因为还是这个比较帅，这个线条非常的好，肌肉感非常十足啊。悟空整体感就比较大这一点，答案呢就是这么小那么一点点，可是价格都是一样的。那我这人就是追求的就是 CP 值，就是悟空这一只啊，从头到脚它的细节啊、分色啊，非常的分明，非常的立体感，如同之前讲的，它的衣服啊的一个皱褶、破痕，连你偷看它的大腿内侧，连它的颜色都会把它分出来。我觉得就是做的感觉还不错，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都是拼接拼装这样子的，整体感比较完整一点。那打耳的部分嘛，就是很固定的这个手势，这个形态造型，我觉得怎么讲，就是这样而已啦。我觉得就是以它这个感觉买起来，买来看，买来摆，就是爽，非常的疗愈，每天这样看一下，内心心里还是蛮舒服的，也蛮开心的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简单的开箱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